一直以来，中国诸多领域的发展都受制于西方国家，不少先进技术与设备掌握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，所以中国的很多大型器械只能从国外高价引进，比如重型的履带起重机、对构机等。西方国家一边笑呵呵地赚着中国人的钱，一边还在背地里嘲笑中国人傻呢。不过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骨气以及面对困难绝不服输的决心，虽然有西方国家的不断干扰，也阻挡不了中国基建发展的脚步。经过了多年的奋战，中国的基建实力已经享誉世界，成了中国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外媒甚至封了中国一个基建狂魔的名号。前不久，中国果断接下了一个隧道工程，却遭到了世界各国的疯狂吐槽和鄙视，德国甚至嘲笑着中国这次注定失败。要知道，这条隧道工程了已经前前后后难倒了25个国家的专家，堪称史上最难开凿的隧道工程，根本就不可能完成。这条隧道就是阿尔及利亚的甘塔斯隧道，长度将近15公里。这也是非洲北部最长的隧道，如果隧道顺利贯通，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现状。一开始，世界多国都自告奋勇要接下这一工程，然而最终还是纷纷宣布投降。随着这些国家的退出，甘塔斯隧道的工程进度一度停摆。就在这一时刻，中国人挺身而出接下了这个工程。在经过了很多的方案整改和完善之后，甘塔斯隧道最终被中国人攻克。图片文章来源网络。